好，驱车一个半小时，我们从尔湾来到了这个西洛杉矶的这个Woodland Hill， 然后我的四个团队成员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这个是乘风破浪的妹妹。这是一间我从来没有拍过的房子类型，光是前门走下来都要走这么多台阶，高高在上的一间房，非常非常的气派，横截面非常宽，客厅里可以飞无人机的，非常的宽敞。在拍室内之前，我们先进去看一下街道周边。这边是房子的车库入口行车道，这个房子可以说是四面没有邻居。它的左边是一块待开发的空地，后面是山坡，面前是道路的尽头，它的右侧是群山的风景，所以完全没有邻居，非常非常的安静。我们在里面待了一会儿，没有任何的声音，只有鸟语花香，像在森林里面一样。这是它的路正对面的邻居的房子外形，我也是这种很气派的。这个区的树木很多，它的名字就叫 Woodland Hills。 那这边是三栋正在建的全新房，整体上感觉这一区密度非常低。这里像是尔湾周边的什么地方呢，有点像 Laguna Hills， 这里是 Woodland Hills， 它基本上就是人比较少密度比较低的一个纯老美区。我们再走回到房子面前，这个房子高高的坐落在这一个山坡上。那拾级而上，我站在了房子的正门门口，正门门口长长的护栏后面有一个走道，那往右边走是通向后院的侧门。往左边走，我们就到了这个车库入口的旁边，这里是车库的入口。好，我们现在进到了室内，这是一个双开门啊，双开的这个木质的门，非常的气派。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第一印象，这个客厅非常的宽敞，整个是一个挑高的非常开阔的客厅。我刚才开玩笑的说，这客厅里面我们可以飞无人机了。这个客厅大到我站在二楼拍我自己的队员都要用镜头的伸缩。然后我现在在二楼的这个楼梯的一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落地窗特别的高，这个应该是有接近20尺的这个高度，然后定制的窗帘，这是比较偏欧式的偏法式的一种建筑风格。整个大厅非常开阔，非常气派。艾米，觉得房子怎么样？我挺喜欢的，它很安静，很安静，真的很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没很安静。我觉得我不说话的时候，你们也不说话的时候，就一片尴尬。不尴尬，我就很喜欢这种安静的感觉。就完全没有声音。那种很安静的感觉。真的没有车来车往，没有任何的，特别安静，像森林里面。这里没有车，对。对。没有噪音的污染。还有什么你喜欢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一片区域，它有一个圆形的弧度，然后可以放钢琴。为什么你喜欢的地方跟我喜欢的地方一样？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哦，因为我觉得就比如说下午这里很安静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喝杯茶，然后卢卡斯在那里弹一首很悦耳的音乐，简直是一种享受，对不对？你觉得这会发生吗？不可能，我应该，我实际上我应该是在这旁边，对吧？搬个小板凳坐在这里，然后喊卢卡斯快弹，不要再说话了，快点。石阳，你怎么觉得这个房子？我觉得房子，我给你看一下那个门口那两根罗马柱，我觉得非常气派。外面的那个。对，外面的那两根。Okay。 然后进门来了以后，就是这个楼梯，非常的夺人眼球。非常吸睛哈。对，刚才 Mary 从上面走下来，我感觉就像一个公主走下来，因为她穿着裙子嘛。然后这些家具的话，其实你把家具撤一些的话，这又有钢琴，完全都可以举办一个舞会的那种，有人弹琴，有人跳舞。感觉非常好，
它的采光也非常好，它就不像那些一般挑高的那种房子，它窗户可能只有上面有，它这个是这个窗户整个是贯穿下来的，然后一面墙，这你看这面墙三个，那面墙两个，然后那个钢琴上面也有，所以就特别的亮。OK， 这是你喜欢的地方。Rachel，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Rachel， 然后我是新加入立培团队的一名新成员。那么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房子，也大致浏览了一下，然后非常非常大的空间，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豪宅。那么对于就是非常有想法的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这个房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我再接着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吧。这首先呢，全屋大部分的地方都是硬地面，就是实木地板和大理石。像我现在脚下站的这个就是实木地板，非常非常好的材质。这跟我们在尔湾拍很多房子，特别是现在新房用的那个强化地板不一样，是实木的，很好的材料。然后像放钢琴的区域以及这边餐厅的部分，全是大理石的地面，黑白纹路很漂亮，高贵感觉。包括楼梯的梯面也是实木的地板，然后我之前在视频中反复提到过，这种是非常耗人工的，因为你看它这个外缘是圆弧形的，所以你去切割这个实木的时候是相当耗费人工的，而且对技术要求很高。你看它其实做得很好，它那个切缝都很细小，这个房子是细节处彰显体质。然后包括这个楼梯的扶手，因为是定制的 custom， 所以这些做工啊都是非常耗费人工，很贵，这个楼梯做起来。然后包括这个水晶吊灯，跟房子的气质非常的吻合，非常漂亮。楼梯旁边刚才已经介绍过，是一个小的吧台。对于很多老美家庭来说，他们是喜欢有一些调酒啊，有一些比如说家庭如果举办 party， 朋友来家里的话，这里你就可以请一个调酒师，或者是你自己如果会的话，调一些饮料给大家放在这里招待你的宾客。这么大一个大厅，开 party 啊，办舞会啊，小孩的生日派对啊等等，所以这个吧台就是在这个时候会彰显它的用处。然后再往客厅的旁边走，我们到了家庭的这些所谓的功能厅，像我现在身后这个就是餐厅。好，你可以看着这个吊灯跟我们进门的吊灯都是同样一种调调，欧式的这种。然后包括这整个房子的窗帘也都很精致很精美，完全不同于现代风的简洁简单，它有很多的颜色搭配，很多的不同的形状。然后整个房子的现在家具这些摆设，你看到这些椅子椅背也是这种软包的，这种紫色粉色这种色系跟窗帘的搭配也是非常好。整个餐厅用了一张很大的地毯，我之前有提到过，在美式的家庭中地毯的运用为房子的这种软装增色不少，所以这个厅的话平时使用率并不高，更多的是一种展示，一种美观，所以这个地毯就起到了这个画龙点睛的作用。然后再往这边走的话是厨房和家庭厅的部分。好，我们来到了厨房。厨房的正中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中岛，可以放一些平时做餐啊用的一些厨房的东西。然后环顾的中岛是我们厨房的其他的设施和用具，这里我们装了一个跟房子风格不太吻合的抽烟机，就一般情况下美式的房子不是这种抽烟机来的，但是因为我们屋主是中国人，所以会用这种吸力比较强的方太的这种看上去很简洁的路线，这种抽烟机。
然后六个灶头，这个是标配来的，豪宅标配。啊，洗手池确实是这个主讲，然后洗碗机，冰箱，微波炉，两个烤箱，这些该有的全部都有。我们之前拍房子多次已经展示过了，厨房一些标配。再往前走的话，这边是一个使用率比较高的餐厅。一般豪宅都会有两个厅，一个是平时用餐的餐厅，一个是所谓的正餐厅。正餐厅在节假日或者是招待亲朋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平时自己家人可能就是在厨房旁边这样一个简单的用餐的区域。再往里走，这边是家庭厅。像我们一进门那些气派的地方，敞开的地方是会客用的，就是气派。自己家里平时如果人口不多，用不大的空间，可能略显冷清，那么家庭厅呢就会更加温馨。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面看电视啊，小朋友在这里坐着跟大家跟大人在一起玩耍，所以这个厅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家庭厅是有壁炉的，我刚才在介绍客厅的时候忘记指出来，客厅也有一个壁炉。那有一种说法说美国的房子壁炉越多这个越豪，越是豪宅。为什么？因为造壁炉其实挺费钱的，它是有一个外面的这个烟囱管道连接的房子，每增加一个壁炉你就每要做一个管道。这扇门通向书房和一楼的客房，它同时也是环状围绕着客厅的一个通道。下两层台阶，这边有一个半浴，然后正对着这个走道是一间书房。这个书房就相当浓厚的这种欧式的感觉了，深色的壁柜，然后这些落地窗、纱窗、窗帘你都可以看出来，之前跟我们拍摄的那些种现代风的房子是有明显的差异。好，包括吊灯，然后整个这个红木的这个办公桌，非常欧式的感觉。书房的右手边，我们一楼是一间小小小小的，可以讲是保姆间嘛，现在被主人布置成了健身房。通常情况下应该会是一间保姆间，就放一个保姆床啊，有个衣柜。在这间客房的正对面是一个有淋浴的所谓全浴洗手间，这样的话住在一楼客房里或者是保姆间里的人就会比较方便。保姆间在斜对面是洗衣机、烘干机，所以所谓的洗衣房。然后保姆间再往里走的话是我们的双车位车库，一个车库两个车位，这个门打开就对着我们上坡的这个 driveway。 径直往前走，我们就回到了进门的地方。所以这是进门的客厅，这是我们刚才展示给大家看的地方，房子最大的一个开放的空间，两层的挑高，这非常的宽绰。那么一楼除了我刚才介绍过的部分之外，还有一个叫阳光房，在正餐厅的右侧，这算是一个厅，现在家人叫做阳光房，原因是因为它直接连接后院的泳池。一般情况下从泳池游完泳进来这个厅里面可以换换衣服啊，这边还有一个全浴可以冲淋啊，冲完淋浴之后换好衣服之后再进到客厅里面。然后这个房间的另外一扇门是通向后院的，
所以这个阳光房是有一个全域的，有一个客厅的。同时这边你看有一些洗手池，如果在游泳池里有玩的一些东西，可以在这里洗一下，放在台子上。所以这个房间是连接室内外的。过来的侧门，那整个院子我们给大家一个 overview 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占地呢是16511，然后后院呢我们自带了有泳池、barbecue、jacuzzi， 还有这个做的假山。我往上走，大家看一下，有一个平台，我觉得这个 view 是超级棒。这是一个很好的露台，然后我可能会在家给你做一个，再可以建一个 party 哦，这一块。然后你看后面，这个山脉是有名的，叫 Santa Monica Mountain， 然后它后面这一块是很就是 hiking trail。好，所以它的院子不是完全的平地，它是靠山坡而建的，背靠山，这风水也很好。那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院子三层的最高一层，这样是一个平台，我们这里可以放家具，坐在这里远看山峦和背后的这些绿色，然后俯瞰的话就是自己家院子，这样一个泳池，然后假山有流水的效果，我们还没有打开，有流水瀑布出来，然后室外的家具摇椅就是自己家自娱自乐，然后你看我们这些有爱心的屋主还特别设计了一个鸟窝，对，它是三层来着，我们现在是最高的这一层。小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做那种 marshmallow 在里面。对，这第二层还有一个平台，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种一些植物啊，或者是国内的老人喜欢种菜呀，还有很多土地可以利用。这是我们的房子旁边的侧院，所以这个是阳光棚出来的门，然后那边还有厨房出来的门，这是二楼的阳台，所以整个房子占地是很大的。 barbecue 包括这个流水的喷泉效果，我们要把它打开一下。 jacuzzi， 这个晚上很冷的时候把这个加热，坐在里面泡泡温泉很舒服，喝一杯红酒。然后这个泳池设计也非常功能性非常强，这边好深啊，你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小台子水下的，然后慢慢走过去是浅的，这个瀑布打开之后水流会流下来，很漂亮。这个房子给人的感觉就是坐落在森林里面，我们远处全是山峦和绿色，有很多小动物，松鼠啊，小兔子啊，在自己家院子里就像在野外度假一样，它不用出去露营了，而且特别特别的安静，我们除了这个泳池的设备的声音几乎没有任何声音，非常非常安静。好，下面艾米领着我们去看一下二楼的其他几个房间。我们上到二楼之后最先看到的是这个家庭经营的 loft，这个面积挺大的，而且采光也挺好的。这个房子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窗户外面很多绿色。你从它的地名就能看出来，人家叫做 woodland。哦，就很多的绿色。它这边是放了一个球桌，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我左手边都是主卧，然后另外的三个房间在我的右手边。我们先看一下主卧吧，主卧是一个双开门，这个窗户也很大，主卧还有一个壁炉，豪宅啊。
三个壁炉，它有一个这种设计，就是可以坐在这上面。我很喜欢壁炉前面有一个就是这种台子，对，可以坐在这，觉得特别的就是舒服。嗯。更衣室可能就不像是新房子那样子，就是步入式的很大的更衣室，它这边是有两个这个 closet， 两个，这边是洗衣间。嗨，你冤枉人家了，人家有一个好不好？哦，真的吗？哦，人也是有，他就也有三个嘛，这也不能叫更衣室，就是没有进去走进去很大的那种更衣室。对，但它有三个，就是很就是分得很清楚嘛，男的女的跟公用的，是吧？而且。然后这边是洗漱间，一个浴缸。它这个卫生间很有意思，它有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OK。这边是一个很大的浴缸，而且这应该是有按摩效果的。对啊，冲水的。其实它装修花了挺多心思的，整个淋浴间全是这个大理石的墙面哦。因为他在这边住了有5年的时间，所以。你看他住点这地方都是窗帘，你看一下，真的还是很用心的装饰过。嗯，很漂亮，用了很多的石料嘛。我们来看一下另外几间房。另外几间房其中有一间是带天窗的，我觉得很好。然后走到喜欢天窗。对，我现在喜欢天窗。然后走到二楼的这边，这个右手边第一间。所以这里是三间房间对吧？一间、两间、三间。对，三间房。OK， 我们先看右手边第一间，这个就是有天窗的嘛？对，有两个天窗。我就想以后我们家能不能自己挖天窗？应该是可以的。能吗？这个是比较容易。我要每个房间都有两个天窗。这是比较容易批准的。然后卫生间也有天窗，这样都不用开灯，而且很就是自然光很舒服啊。OK， 那你想白天睡觉的时候就麻烦了。有道理，那你还要做一个电动的帘子在上面，就可以按一下它就关掉了。OK。所以你喜欢的其实是 custom home， 不是那种耳环公司或者是。他如果让我挖的话就无所谓啊。好吧。这边是那个洗浴间。这是一个有室内洗手间的独立的这个。对，它这应该是 remodel 的吧。你看它的地跟这台面哈。哇，这个感觉这个也是浴板。对啊。快关掉，现在好热。还有阳台。对，还有个阳台。哎，好舒服这里。这边是那个衣帽间，不是衣帽间，这边是衣柜。然后看一下对面这个房，这个也是，这有一个双开的门，也算是有个阳台了。哦，满眼玉色。房间应该都是这样的衣柜，对，都是有这个 closet， 没有这个更衣室的。然后这个房间里面有一部分是办公桌的区域。嗯，卫生间也是一样的配置，嗯，卫生间一样的配置。对，然后它是利用了这块空间，这边是洗手间，这边是办公的区域。这个房间还是挺大的。对。洗手间是一样的装修。看一下最后一间。哦，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就是房间里面有这么大扇的那个窗户，就是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啊，对对对，它这三个房间都有阳台。对。哦，这个房间颜色不一样了，这房间是粉色系，它这个石头也是粉色系的，这给女生住的呀。对。五房六浴，每一个洗手间，每一个卧室都有自己的洗手间。对。对，然后这边三个卧室是都有自己的落地窗或者是阳台，对，这个看出去就满眼绿色。这是绿野仙踪。绿野仙踪。真的呀，你看刚才还有小松鼠呢，还有小兔子。对，很多小动物。
挂一些装饰壁画，把它做一个楼梯的俯视，虽然很窄，但是挺有意思的。我可以走到这边来俯瞰一下。如果在这里，我觉得他们是不是一直有一种场景啊？是我请好的人，然后我在那里看，是吧？是不是？所以我们可能就没有想到这些，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是空间上的浪费，但是它实际上有的话还是有的。对，美国节日特别多，对，而且一过都过好长时间，挺好玩的地方。我是很喜欢这种定制的房屋，不喜欢千篇一律。然后每次看到它这个楼梯真的是，哇，这楼梯好赞，这个实木地板切割的，你看它的角度形状，转角，所以跟我们现在看到那些新房直上直下或者是转角过去的就完全不一样，它会需要更多的 造价和需要更多的人工去完成这个楼梯。带着我们乘风破浪的妹妹们，我们今天拍完了这个房子，这是西洛杉矶地区了，不是华人区。学分还不错，8分的学区，然后附近也有大华超市，最近的华人超市差不多10几分钟 ，One Nice 那个城市，然后对大华99，然后附近的话像 Ruffs 呀，像这个 Target 都很近，几分钟就到了，很像这个 Laguna Hills 的感觉，在一个山丘丘陵里面，然后你开出去之后几分钟就是城市，就是大的商业配套，然后这个呢就是要看。大家喜欢亲近大自然类型的买家会比较喜欢这里，完全的安静，绝对的安静僻静，没有人打扰，非常非常宁静。所以喜欢西洛杉矶地区这个自然风光类的买家可以跟我们联系来看这间房。我把我的电话号码放在这里，有任何买卖房屋的需求欢迎跟我们联系。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去团建了，吃点东西。好，拜拜大家。你们再拜拜吗？没有，你吃饭的时候为什么不拍了呢？人家还想看这旁边吃的是什么东西，很关心的点啊。对啊，好吧，那待会儿再看一下。因为疫情戴口罩，所以 Rachel 加了我们团队，我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要摘口罩吗？我还有很多客人，我最近成交了几笔这个房子客人，我帮他买完房子，我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这也是只有在疫情的时候才能发生的事情。